想起外婆。刚才冯提莫辅导员也说，小时候是奶奶在哄我们睡觉。还记得那首歌的旋律是什么样子吗？潮汕歌嘞，这边唱来那边和。所以奶奶的音乐天赋也给了提莫，是不是？我觉得我奶奶这唱歌蛮好听的。我多想快快长大，勇敢去奔跑，就算风大雨大都不怕。你们三位谁想快快长大？我不想，因为长大嘛就不能买玩具了嘛。哇，真的，我告诉你，长大了才可以买更多的玩具。我没有玩玩具。为什么不行？我有很多大人都很喜欢玩玩具的，是不是？我只喜欢唱歌哈 ，sorry， 这个面子给不了。陪你哼着歌，陪你哼着歌，跟着你的节奏，跟着你的节奏，进步也非常的大，而且你就是很轻松、很快乐的在唱这首歌。文心呢，一如既往的成熟啊，在台上非常的稳，稳扎稳打。非常好，谢谢老师。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听到这首歌以后，好像让我回到了大学的时光。那应该很久之前吗？原来我头发到肩上的，原来唱摇滚是吗？历经东方韵律，元气动力，与梦同行，追风少年。四场活力四射的主题公演，宝贝有戏，天籁童声即将画上完美的句号。为了在舞台上呈现最好的自己，演员们积极备战，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最后一场演出。毕业大戏音乐剧汇报演出即将震撼上演。明天就是我们音乐剧的演出了，加油，好吗？加油！好。相信你们已经练得很好了，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晚上你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休息。好，拜拜。好，拜拜。我们集合来，过来，围过来。我们明天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辅导员，要不我们做一桌就是晚饭，来给他们准备一个惊喜，好不好？好。要不我们就去餐厅问问看吧，看能不能借给我们用用。这样我们分两组吧，一组去布置场地，然后另外一组就去餐厅为老师做晚饭，好不好？好。我就带领就周亚鹏，然后林嘉欣、宇、张婉儿，还有 Jackson、于子熙，我们一起去厨房，好不好？好呀，好呀。剩下的你就跟我走吧，好不好？我们继续布置场地，走。好的。好的。走嘞。走。Hello， 小妹你们好。Hello。考虑到你们年纪太小了，所以今天晚上的菜都由我来帮你们完成，好吗？我们也想为老师做一点什么事情。那就让这位大哥哥教你们做水果拼盘，行吗？好。哇！哇塞，哇塞，哇塞，那么大。哎，叔叔，您是这里的场地负责人吗？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们想借用您的场地，给我们的辅导员做一场晚宴，你看可以吗？可以的，没问题。啊，我们一起摆吧。
好好好，感谢你，感谢你。先切一半吧。哦，然后切一个环一样的东西，就一般有籽子切掉就好了。这个一会儿还切个小爱心。这样吧，小朋友们，我和叔叔们一起摆桌子，然后你们去帮忙摆桌布、放椅子，好不好？好。来，一人拿一个。哎，以后你跟我一起配合啊。来，我们往桌上放。来来来，我们先把椅子放下来。咱俩摆椅子。哎呀，小心点。最后一个椅子。大概15厘米到20厘米之间，我们要扣一个扣子。你看那隔15厘米就一掌，就这样一掌。哎，差不多一掌就可以了。好热啊！哎，每个位置前面摆一块餐垫。对。你要切什么？大片西瓜，然后呢，切成哈喽 Kitty 的样子。把它挤出来，把它挤出来。每个餐垫中间有一块盘子，大家统一摆在这边来。好，你拿着摆吧。杯子我们放右手边吧。衣服刀衣服叉啊，刀在左边，叉子在右边。勺子放这儿吧。好了，全部摆完了。来葛仙村过几天神仙日子，本节目由江西上饶葛仙村度假区独家冠名播出。宝贝游戏邀请卡，现在请辅导员冯提莫、辅导员王凯前往葛仙村天元餐厅，那里会有一份惊喜等着你。哦，什么惊喜？什么惊喜？这是要去哪儿啊？我的天，还要爬这么多楼梯，太可怕了。这是哪里？哎，没人了。哇！哇，好漂亮！你们太棒了！你们请我们来这儿做什么？吃晚餐。吃晚饭啊？你要在这儿吗？这里的对面。往前走啊。坐哪儿啊？你坐这吧。我坐这儿。给我安排好了位置。哎呦，谢谢。好的。好开心啊，跟你们一起吃饭。我跟你说，我在这儿来那么多天，还没有吃过什么水果哎。你们今天准备了吗？哇、哦！来了吗？水果来了，我最喜欢吃水果，我超爱，这是我做的，谢谢。哎呀，哇，我好可爱，我要跟这个合张照。喵喵喵！我也来合张照，来，没有，帮我拍一张，帮我拍一张。没有坏。上菜了，哇，菜了。Yeah.
我们什么也不要等待了，赶紧吃吧。然后呢，你夹一个馒头，这个小饼吃一下，然后夹在一起吃，做的也很漂亮。来块大的，谢谢。哎，蛋饺。亚鹏，我也要。好，我要满杯哦，谢谢。是我们的小服务员了吗？哇，真的蛮多的。好了，我们大家干一杯吧。好，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就是送了这么丰富的水果拼盘，然后这么用心，我们还要感谢做这么丰盛美食的我们的大厨，我们葛仙村的美食，感谢我们剧组，谢谢谢谢。啊，干杯！干杯！干杯！好，今天我们吃的差不多了，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好，好不好？我觉得我们来玩击鼓传花好不好？好啊，那我们就拿这个来当沙包好不好？好。那我们开始了，我们开始了啊，大家就集中了啊 ，music。哦，来吧，婉儿，婉儿就是你来。我想对所有的小伙伴们说，自从我来到了宝贝游戏《天籁童声》，我也在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和你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也很开心，很快乐。谢谢你们这一段时间对我的关爱，希望我以后还能和大家一起团聚，一起见面。肯定可以，感动吗？希望大家还是以后都能一起玩。离开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大家私下还是可以一起聚会，好不好？好。继续，音乐继续，游戏开始。啊、好的。不好意思，怎么这样啊？天宇，我们想说大家这几天辛苦了，回去还是好好休息，而且这几天我觉得大家还是都很坚持的下来，对，所以很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好，音乐。我们俩这算什么？哎呀，我想对你们所有的学员说，好像跟你们在一起，我年轻了。你本来就很年轻，好吧？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看出了你们的成长，看出了你们的进步，我特别开心。所以呢，希望你们也把握我们的友情。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能相见，还能在一起。希望你们茁壮成长，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希望你们成为明天的 super star。祝福你们。我觉得跟大家在一起的这段日子呢，也是让我就是感受到了，感觉像回到了童年一样。因为跟你们的交流，还有就是看到你们平时上课或者是私下一起玩耍，我都是觉得就是最直接最真诚的方式，所以非常感谢你们这段时间给我带来的开心和快乐，谢谢你们。听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对不对？对对对。我要对他，亚鹏，好，我要对朱亚鹏说，每次呢，我明明知道我什么什么事情做得很不好了，他还要打击我说，哎呀，你怎么做得不好？我相信，我们的亚鹏也是，没有心的啊，给你讲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是以后要讲究方法，讲究方式。开玩笑的时候，就是大家很开心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但是。看到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都是有一点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要以鼓励为主，好不好啊？好的。我想对周亚鹏说，因为我跟周亚鹏认识了也挺久了吧，就他心里面内心是个很懂事的小男孩，而且非常孝顺，希望你
玩的时候好好玩，能开心的时候就好好开心。然后也想对在座的所有的营员还有老师说一句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我想对朱亚鹏说，就是嘛，我要向朱亚鹏学习，他唱的歌和气息，还有控制自己的力度和腹部力量吧。我要学习跳舞，以此彼此。好的，握个手吧。好的，棒棒的，合作愉快。好。我一开始来到这个地方呢，我是自我感觉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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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然后呢，直到见到别人之后呢，我原来还有这么多比我好的人，所以呢，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在大家身上学到心得。好的，感谢大家陪伴，谢谢。希望你在其他的我们的营员身上能学到很多你想去学到的东西知识。好的，主要我要感谢节目组们，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每天没日没夜的跟着我们忙活，为我们工作，所以呢，我们要好好表现，来感谢这些节目组们。好，我想对所有的老师说，你们辛苦了，谢谢老师们的陪伴。不客气，不客气，这都是我跟提姆老师应该做的。在这几天里面，我很想感谢就是洋洋姐姐和肖玉涵，本来。跳舞就是非常不好嘛，然后肢体也不协调的我，就是在每次他们的鼓励下和引导下，让我变得慢慢的更协调了一些，我也提升了很多，谢谢。好的，他人本身就很棒，很好的。啊，我感谢的是周亚鹏呢和潘朝然，因为呢我之前嘛。我想变成一首歌的时候，舞蹈还不太熟悉，他们把我教会了。虽然现在还是没那么熟悉了，不过可以慢慢学的。好的。好了。我最想对夏侯玉涵姐姐说，我和她排练，她也非常有耐心的教我。还有呢，就是我今天是我的七岁生日，我也想对，对。哇哦。今天是我们浩宇的生日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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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谢谢大家。今天是你一个特殊。我也还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我今年七岁了，你们陪我了七年，你们也非常辛苦。我也非常感恩你们，是孝顺的孩子。各位营员，就是很高兴能认识你们，谢谢你们陪伴我，支持我，谢谢你们也辛苦了。然后还有就是王凯老师和提莫老师，感谢你们的陪伴和支持，你们也辛苦了。就是我觉得我的毛笔字还可以，想给我们的节目组写几个字吧。好啊，太棒了。上道具喽。跳的这个舞特别符合这个，就我们所选的歌曲。然后因为作为开场白嘛，无论是做这个剧，还有做这个戏的开场白都特别好，然后跳的特别有活力。我对那个文心小朋友的印象比较高，然后比较深刻。然后我在无论是在前面看的时候，或者在后面然后一起演出的时候，我觉得吧，他比较在人物里，而且所有的动作，还有他的韵律，还有他那个节奏感特别的好。然后对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我们整体这个舞台编排。还有他这个走位上，然后多多少少还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每个小朋友都能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然后自己在团队里的位置，然后自己在这部戏里的角色是什么。我
有些小朋友我真特别特别喜欢。好，在这里我希望明天演出顺利，然后祝所有的小朋友加油。上台上眼神里有，如果是结尾的时候，如果你能做到眼含一点点泪水不让它流出来，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感觉，让别人看到你的泪花，那这个角色就塑造好了。真棒，哇哦，入戏很深。可以可以，我们老师拍得非常的认真，我们大家做的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就是除了自己要进入角色之外，也要去体会别的演员的动作、声音和演唱，一个内心的，一个外在的，去表现给大家，好不好？就是在正式上台的时候，还是把你的可爱展现出来，把你最灿烂的笑脸给我们看，好吧？我觉得都挺好的，练得也挺好的，你就好好休息，然后呢，准备我们就是最后一次音乐剧表演。加油啊！我觉得每一期的。你怎么了？我嗓子有点不舒服。亚鹏，别担心啊，当你咳嗽的时候，你就吃上一个四姑娘山沙棘含片，这是来自四川省阿坝小金县27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的沙棘小果，有助于缓解咳嗽祛痰。沙棘小果 VC 含量特别高。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排练。用歌声放飞童声，欢迎来到芒果 TV 宝贝游戏天籁童声的现场，我是你们的童声助力人小虎。来，葛仙村过几天神仙日子，本节目由江西上饶葛仙村度假区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本节目官方合作品牌小金县四姑娘山天然沙棘食品有限公司大力支持，谢谢你们。今天呢，就是我们童声夏令营的结业汇报演出了。我们所有的音员将会以音乐剧的形式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视听盛宴。首先，还是要欢迎我们的两位观礼嘉宾，王凯老师、冯提莫老师。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一中午12点抢先看宝贝游戏《天籁童声》，快来解锁吧！今天我们的孩子们要表演的曲目都非常的经典，其中有百老汇的音乐剧唱段，也有热门歌舞电影里的唱段。今天的开场表演选自2018年惊艳全球的歌舞片《马戏之王》。这部影片讲述了马戏团鼻祖 B.T. 巴纳姆的传奇一生，他依靠着自己无穷的想象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从一无所有到最后成为了全世界著名的造梦大师。而这一首 Greatest Show 注入了所有追梦人的热情、勇敢和执着，就像我们的所有小音员们一样，他们朝气蓬勃，无所畏惧，向阳而生。而今天他们的一起的表演还有一位特别的助演嘉宾，就是我们著名的歌剧演员胡浩老师。接下来好戏即将上演， It's show time。 Ladies and gents, this is the moment you waited for。Be searching in the dark, your story is okay through the floor. And burying your bones as a net that you can't ignore. Taking your breath, stealing your mind, and all that was real is left behind. Don't fight, it's coming for you, running after. It's only this moment, don't care what comes after. Your fever dream that you see is getting closer. Just run there, cause you feel the feeling taking over. It's fine.Freedom is flooding open. It's a prison in the pumping and you find devotion. There's something rigging and a rigging. Every wall is holding out, don't you know? So tell me, do you wanna go? Where is someone in all the color lights? Where
秀了，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真的好厉害！我在舞台上，就是由衷而发的感觉到，一山还比一山高。胡浩老师的歌声非常的震撼吧？其他小朋友，然后就是，我觉得给他的这种歌声，然后增添了一些色彩，然后我也觉得他们就是驾驭的非常好，就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掌控舞台的感觉了。接下来这首歌依旧选自我们的马戏之王，它号称是电影里最为惊艳的三分钟。影片中瑞典夜莺的演唱大气磅礴，动情无比，每一个音符都击中了我们的心。自这首歌发布以来，也涌现了很多的翻唱版本，每个人的诠释都赋予这首歌不同的生命。今天我们的银元就要为这首歌再添新的注脚，对他们来说，挑战永不停息，追梦永无止境。请欣赏马戏之王插曲 Never Enough。他们能完成现在这种水平，还有达到这种高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玉涵小朋友，他的声音比较就是比较纯净，比较偏亮一点，而且他高音非常好。文心小朋友，他是中声区也很好，然后声音是有一点沙沙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俩的声音出来就特别好的融合了。玉涵的嗓音是真的非常的棒，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是完全都是全神贯注的在听，而且呢就是唱的我中途起了几次的鸡皮疙瘩。我今天听完玉涵和文心唱，亚于原唱，这么好的声音，他们两个配合的又这么的好。接下来这首歌的唱段选自于一部音乐剧，叫做《苏斯狂想曲》，剧中的歌曲脍炙人口，故事充满了正能量，人物角色丰富饱满，堪称是百老汇音乐剧史上的经典之作。整部剧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诺尔丛林里朋友之间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感人故事，描绘了众人帮助弱小共创奇迹的温暖画面。我们的银元们将化身丛林里的可爱小动物，用歌声、舞蹈和表演带我们进入这个奇幻世界。接下来请欣赏音乐剧《苏斯狂想曲》唱段，有请。在奇幻的诺尔丛林里住着大象霍顿，他的性格内向憨厚，是这个森林里唯一一只大象了。今天他和往常一样在森林里散步，但他总是一个人，他渴望交流，渴望朋友。但在这个森林里，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小动物想和他成为好朋友。嗨，我在这儿，花里。花里？那微弱的声音是从花朵上一颗肉眼看不到的尘埃里传来的，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这颗灰尘上还生活着一群无心人。我是啾啾，你是谁呀？我是霍顿。霍顿，很高兴认识你。咦，感觉你不是很开心呀？在这个森林里，
没有人和我说话，我可能是一只不被喜欢的大象。你为什么要这样想？我觉得你很好呀。啊，是吗？我觉得我不适合现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可以理解我，麻烦的事情有很多，我想去一个没有排挤没有烦恼的世界。有时我感觉他就在我眼前，可我又找不到他。我也是，我也有一个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感觉它离我很近，但是又没有办法抵达。是吗？霍顿和啾啾因为都热爱想象，两人聊了很久很久，他们惊喜地发现彼此是另一个自己，于是他们成为了朋友，吐露心声，分享快乐悲伤。霍顿也慢慢地变得开朗起来，也开始默默地守护这棵花，守护他唯一的朋友啾啾。猴子兄弟是这个森林的捣蛋鬼，他们总是捉弄着霍顿。霍顿与啾啾的对话被猴子 Sam 听见了。 Sam 根本就不相信灰尘上居住着生物，他捉弄霍顿的小心思又开始了。非常难过，因为他把他唯一的朋友啾啾给弄丢了。这时，他
他想起了他与舅舅的对话。舅舅，在那个地方，我想住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但它最好是透明的，这样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日出、日落、花开云散。每天我还要邀请世界上所有的朋友来我家做客，我一定要给他们做我最拿手的胡萝卜蛋糕。我想住一个湖边小屋，岸边有一个大大的花园，那里种着我最喜欢的太阳花、玫瑰还有向日葵，每天我为它们浇水修剪，慢慢看着它们长大。在那希望没有激烈的斗争，也没有无力的捉弄，在那里不会失去最爱的人，也不会离开最温暖的地方。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个地方，应该就不会再有烦恼了吧。生活中的废墟无处不在，而只有梦想能让它开出芬芳美丽的花。在那遥远国度，故事仍在讲述，在地平线之外的地方，如果能找得到那些美好，不再有烦恼，我一定会找到。撒拉撒路，撒拉撒路，撒拉撒路，就是个天堂，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浮现美丽的天空，撒拉撒路，我一直在寻找去哪里的路，我越来越近却抓不住，如果能找到我绝不离去，如果距离很远，我觉得就是很可爱，因为就是一群那个小动物嘛，然后就互帮互助的一个故事的演绎啊。
然后我就看到就是又有大象，然后又有小老鼠，然后就觉得，就把我带回童话世界一样。我看他们呢也是全程都非常开心的，就是在舞台上的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我个人认为，他们能完成现在这种水平，还有达到这种高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我可以平心而论的说，在我跟他们这个年龄的话，我是绝对达不到的。用歌声放飞童声，欢迎来到芒果 TV 宝贝游戏天籁童声的现场，我是你们的童声助力人小虎。来，葛仙村过几天神仙日子，本节目由江西上饶葛仙村度假区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本节目官方合作品牌小金县四姑娘山天然沙棘食品有限公司大力支持，谢谢你们。今天呢，我们所有的音源将会以音乐剧的形式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视听盛宴。那就等我们长大，用了力量跟智慧，我们自由又坚强，再去好好生活。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我觉得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整个一幕，然后搬到了这个舞台上，然后搬到我们的荧屏里，而且每个孩子都在角色里。当我长大，当我长大，当我长大，我就可以变得足够。我一直还蛮喜欢欣荣的，他的歌声就是很清澈，然后很干净，穿透力特别强，而且他的笑容也是非常有感染力的。每一位我们的营员在台上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张弛有度。我非常开心能够一路陪伴你们，然后见证你们的成长，从不熟悉然后到熟悉，到最后我觉得有一些舍不得。也希望你们坚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对你们未来可期。